旅游达人嘅。好啦，时间亦都够啦，头场嘅赛事交俾闸前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透畅赛事五班2200米嘅长途赛大热，暂时系六啊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啊，世纪之威咧佢就慢咗闸噶，前面快噶嘛，外边位置系华美福星啊，最初咧有力啊骑上去啦，第三位外边粉红衫，仲有呢只好有无敌啦，咁啊第四位内兰红眼罩咧就系一炮成名啦，中档蓝眼罩白衫咧仲有荣华黄枪噶，但系跟住个第六位啦，黑衫外边嗰匹系行乐之光啦，埋边第七位橙色眼罩旅游达人啦，后边嗰五匹马埋边奇妙奇妙年华，出边系赏心星，咁啊大约尾五到啦。黄衫黄帽嘅后边嗰三只啦，生生福运啦，奇妙年华啦，暂时电流系嗰只世纪智慧嚟噶。啱啱第一次过终点啊，前面一对放头，埋边系华美福星啦，出边系好有无敌啊，守住第三位内兰红眼罩就一炮成名啦，出边咧浅蓝衫第四啊有力啦，第五位荣华黄枪啊，第六位走三位嗰啲马咧，咁啊第六位黑衫咧就行乐之光啦，埋边位置系旅游达人啦，走三位嘅马亦都有尾五啊，外边系赏心星呢只会唔会走？咧，依家尾五黄衫黄帽嗰匹啊，后边嗰四只凌风内兰尾四，后边三匹马分别系奇妙年华、生生福运啊，包咗落尾嘅马系嗰匹世纪智慧嚟噶。好啦，开始跑对面直路过1000米嘅段处啊，前面放头嘅马依然系嗰只华美福星啦，好有无敌。第二位内兰，第三咧就一炮成名啊，外边有马冚啦，入边嗰啲马会唔会塞咧？出边有力走，外边行乐之光走，最出仲有呢只咧就赏心星走埋，跟住佢哋一齐走啊，唔要内兰移咗出去啊，橙色。眼罩仲有旅游达人啊，蓝眼罩褪咗落尾五咧，仲有荣华黄枪啦，尾四打紧边，内兰仲悭位噶，系呢只咧凌风啊，后边嗰三匹马奇妙年华、生生福运包咗落尾，仍然系嗰只世纪智慧嚟噶。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赏心星一路比住之下，接嚟咗一个新位嘅内兰位置系华美福星啦，外边啊行乐之光啦，第四位红眼罩有一炮成名，橙眼罩攞出去系旅游达人啊，后多层啊嘛，出边追少少系嗰只奇妙年华嚟噶，斗到嚟最后200米到啦。赏心星走甩咗个零身米，行乐之光外边，中间红眼罩仲喺一炮成名啊！出边上紧嚟世纪之威，涉入边追嘅马咧，仲见到生生福运啊！接近终点啦，赏心星依然系占先，外边行乐之光逐步上嚟，进占第三位，仲有生生福运，接近终点啦，先拔头筹，又系唔系何泽尧啊？咁啊呢只赏心星埋边，出边行乐之光。姜成好似松松地，定系跌咗啊入边？咁啊好近嘅，咁啊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，埋边。系嗰只生生福运第四名啊，奇妙年华都有机会、啊。爆嘅赏心星啊，变奏啊，终点前何泽尧啊，又食头乌啊，最后咧就独赢13倍啊。跑第二名啊，六号行乐之光蔡明少咁啊，华俊 Q 啦。第三名咧就11号生生福运莫丹尼啊，咁啊第四就外边啊，二号奇妙年华田泰安。咁啊，结果都系啊，比较有路程根据嘅赏心星啊。騎師都醒啊，見到早段啦，冇乜馬走啊，咁啊中段變走。不過真係好立喎，係咁打咧，唔同即係嗰次贏一次係哇喳喳聲咁上嚟啊！好彩用咗一段啊，最後都頂到喎。除一对华将爆 Q 啊，睇下啲预计派彩先。跑第一名系八号嘅赏心星，独赢派133蚊，位置派41蚊。跑第二名系六号行乐之光，位置派22蚊。跑第三名系11号生生福运，位置派67.5。跑第四名系二号嘅奇妙年华，连赢六搭八派356.5。二重彩八号、六号顺序派851蚊。三重彩八号、六号、11号顺序派21226蚊，单 T 派2661蚊。
位置轩六搭八派114元，八搭十一派496元，六搭十一派264.5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20.5。四连环二号、六号、八号、十一号派7803元。四重彩八号、六号、十一号、二号顺序派181726元。雨勢就持續住啦，咁但係暫時對個場地咧，可能個影響未必話好大。頭四段都比標準時間快㗎，咁啊先睇翻個形勢先啦。出咗嚟就華美復星先嘅，咁啊外邊就好有無敵，跑緊啲中距離咧，佢都走埋上嚟啦。但係我當就有力啦，中檔第四就榮華黃昌，貼欄一鋪成名咧，佢唔係跑得曳嘅，不過翻到嚟嗰50度咧，佢就有啲轉弱。走外邊就行樂之溫都發揮得好啦，貼欄就旅遊達人嘅，後面就凌峰啦，拍住頭馬嘅上心星，尾三位置生生福運嘅，包咗尾一對啦，世紀之威、奇妙年華。咁啊，依場步速都比較快噶，咁啊掛牌好似黏啦，咁啊但係頭四段咧都比標準快唔少噶，咁啊嗰四段夾埋咧都快咗2秒嘅，咁喺落山嗰段咧就時間慢翻啲，咁啊點解都係快步速賽事嚟嘅？你見馬群都扯得好散啊，咁啊前面華美復星。咁啊，同埋嗰只好有無敵都係上程啦，咁啊有啲前速，咁啊結果跑大場喎，順勢走埋上去啊。不過佢對面直路一變走咧，佢啊都很快散嘅兩隻馬啦，尤其是嗰只好有無敵咧，都散得幾快。咁啊，今日嗰只有力其實都有搶嘅，不過就唔夠人快，始終前面嗰啲有啲中距離速度，咁啊佢又焗住 C A 個位啦，都冇跑錯噶。咁啊落山啦，一剎到出邊有馬走啦，你見無奈咧都好積極去騎上去嘅。不過騎落去咧就唔算話好特別，同埋都走嚟講啦，佢放唔出咧就已經打咗折扣，仲要一俾人一冚埋咧就即刻失勢嘅。你見一冚咧，佢又係未到落山嗰個位咧，就已經節節墮退啦。咁啊，依度就頭馬走咗上嚟先啦。咁啊，跟住行樂之光都跟住一齊走嘅。咁啊，依對馬就雙雙包 Q。但其實依場步速都咁快，但依呢位走咧都仲埋到尾㗎。叫做睇個正常鏡頭啦，其實最後嗰110啦，兩隻馬都開始鬥爬嘅感覺嘅，不過始終就兩隻都係氣輪十足咯。咁啊睇翻依場賽事，咁啊頭四名馬咧都係啲依個路程有跟有嘅馬噶。咁啊掟咗出去出咧就嗰只奇妙年華嘅，咁啊始終四班依個路程標叫跑到第五，咁啊入邊出力好咧就生生福運，佢啊沿途都喺較後位置噶，不過步速快啊，又涉住條欄坑咧，無論佢都收復翻幾多失地嘅。中間就真係一步成名，就直到出量仲有啲細嘅，不過翻嚟真係開始減弱。第一場賽事都覆網完畢，位置 Q 派彩六搭八派114元，八搭十一派496元，六搭十一派264.5。三揀一派彩勝出組合係 A 三，其他冷門派20.5。二重彩八号、六号顺序派851元。四连环二号、六号、八号、十一号派7803元。四重彩八号、六号、十一号、二号顺序派181726元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4秒03，第段22秒89，第三段24秒72，第四段25秒36，第五段24秒38，末段25秒96。赛前成时间2分17秒34。